第二个问题，我不希望你周末阻止我去骑车。您说的骑车是指骑什么车？自行车还是摩托车？骑摩托车。摩托车。对。22号。那你平常都是一个人去骑吗？我们有队友，大概3-4个人。哦，没有女的啊。如果说女朋友去的话，就可以坐在后座。对，如果女朋友愿意去的话，我会给她准备好头盔还有护具。刘畅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骑这个摩托车的频率是每周都要骑吗？还是？我基本上周六周天都会去。那我不太想去的话，那你是选择骑摩托呢，还是陪女朋友去进行别的娱乐？他会骑着摩托车带你去参加户外的其他的活动。对，可以。好的。你以前有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保持着这个爱好吗？保持着，就是前女友是不反对这个活动。不反对，不反对我骑摩托车。那你为什么担心下一个女朋友会反对呢？对呀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运动，所以说会出于安全的考虑去反对。甚至比如说你比较热爱这东西，你是发烧友的话，你可能天天都在骑车，然后你的女朋友发信息找不到你的时候，她可能会着急，所以也会反对。哦，